上底下打听打听，从古至今谁听说过六七十岁老头子走在街上被人非礼了？范爷爷，救命啊！范爷爷，范爷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哎呀，范爷爷，救命啊！哎呀妈，小串啊，快起来！哎呦，你咋的了呀？这是啊，咋回事你啊？你被人非礼了？没有，咋？门口有个卖碗的，要价20000，人家要20000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咱小区张奶奶相中了，要买，我就多了一句嘴，我说张奶奶，你可得看好了，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，别被人给坑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也不算多嘴呀、啊，你不怕张奶奶上当受骗吗？张奶奶听完这句话不买了啊，卖碗子急眼了，在后边追着要打我。那你跑你家，你跑我家来干啥你呀、啊？我爷没搁家。孩子，你做这个事儿没错，你爷不在家，范爷爷替你顶着。对，我怕你顶不住啊。我什么顶不住？咋的？他比我俩还胖啊？胖倒不胖，就是那腿儿啊。比你个儿都高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妈，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？还比我个儿都高，我怎么那么就不信呢？我看他到底啥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又不找你，你下面干什么玩意儿？人呢？哎呦我的！不是，那个大兄弟啊，没啊。那个有话你坐下说，我坐，我站挺好的。不是你站着，我看着晕。你是这家伙这个头比我血压都高。我说话都不中听了，这血压血糖啊，你这那人跑哪儿去了？哪个人啊？就刚才那小走走，这腿倒挺快的，就他。啊，你说刚才进来那人啊？嗯呢、啊。你找他干啥呀？我找他事儿大了，我找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你说说什么事儿？我门口卖完，完、啊、他我就挺他挺好啊，这老太太我就那什么完就准备着他过来啪一桌，老太太打有人走了，我找他，我就这兄弟啊，你在哪儿撸串把舌头烫这样啊？不是我说的这个你我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吗？就是我想认真聆听一下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说啊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慢慢给你找找啊。怎么事儿呢？就是我门口我卖碗啊，然后呢，老太太看上了我，挺好生意是吧？啊，20000，完了老太太准备掏钱，她唰的过来以后嘛，得老太太。走了，就不买了，我得找他，老太不买碗，我得碗卖给他呀，我得。不是，我明白了，那老太太不买碗，嗯，你找他干啥呀？他废话，他搅和的，我这 不找他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？你这岁数大，说话不中听，谁呀？这不是你这干啥的？你替他说话呀？我就替他说话了。我是他岳父。岳父是啥玩意儿？我听说过岳母刺字啊，岳父刺什么玩意儿呢？纹身的。你谁人？你看样没少打光棍，连岳父都不懂。那个什么岳父吧，就是媳妇儿的爸爸。嗯，泰山，老丈人，老丈眼子，明白吗？早说明白了吗？都一家了的，妥了啊！干脆找你们家了，拿20000吧。哎，凭啥让我们家拿20000呢？废话，你家人这么搅和，这20000块钱没了，不找你要人？行行，你别着急哈，你是不是卖碗？嗯呐，不是什么碗值20000块钱呢？现在买一个盆才多少钱呢？你什么碗值20000？你拿来让我看看行不行？要说我都不爱跟你这些没文化的说，你看什么碗子说瞎了？这古董青花瓷，青花瓷，听你这个称谓，这个东西不像碗，像个澡堂子的名。你这在这唬我，说我不懂，那叫花青瓷。来，兄弟，这么点。你把你那碗拿出来让我看看行不行？真金不怕火炼，你看呗，这玩意儿还来，瞧，不是不是、啊、不是，你放那桌上。哎呀妈，行家，瓷器
捕手啊，这都懂啊。来看看吧，来我看看去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我看你这个碗不像青花瓷。什么玩意儿不像的？你仔细看，你看这款儿，大清康熙年制，这能有假的吗？有这个款儿，它也不能说明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我看像假的。什么是假？我这假的，我这他这不了解我，就在这行子里头都知道我这干啥。你看这带着玩意儿是吧？你看这，你看不是你这简直你闻闻，你闻牛黄解毒丸呢？什么玩意儿牛黄解毒丸？沉香，你还在这？哎呀妈呀！我这看上这气死我了，知道吗？不是你那个东西真假跟我没关系，但关键你说你这碗，你这碗我看真不像。这么的吧，我仔细检测一下行不行？你扯呗，这玩意我都说了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扯。不是这碗，这碗我这声音是不是很清楚，很悦耳啊？这东西最好别拿手摸，这么的吧，那个。我拿点东西垫上啊，是不是你这碗啊？我检测一下，这东西还不好拿，你这东西检测这玩意儿这是，哎呀专业活儿，哎呀这碗，我测测啊，听听啊，这不听着很悦耳啊？你现在说吧，你这碗真的假的？不是说了吗？真的呀，这玩意儿有假。你看着我眼睛说，我看哪儿？我都敢说呀、啊，还看哪儿？说八百我哪是真的真的！哎呀！哎呀妈！哎呦碗呢？碗啊，砸碎了！哼，这回真的假的？看看，你别说青花瓷，你看看，我看看吧。这连瓷都不是，这就塑料。不可能，塑料咬着有印儿，那个瓷器是咬着拉嘴，你去咬一咬吧。哎呀妈呀，还真是塑料的哈，那几个都这个啊，还有呢啊。拿2万块吧。啊，不是，你那真碗卖2万，你这是假的。假的，那现在不管那个，这时候2万呢。假的也2万。大美丽报警。行。大姐干什么？你报警？你真干？你真是你。闹会儿抠眼珠下直手呢，这还大姐，你说你警察多忙啊，谁管这事儿啊？是不是啊？这都没人管这事儿，你不我跟你用不着忙，拿你20中不？这就20了。我说句实话，你那碗20都不值。怎么20是假塑料的？20都不值。20不给啊？不给。钱不要了，赔完吧。你那碗砸了，谁让你砸了？我好好拿了个碗，是吧？你说你要撤完你咔的，对吧？我要碗，我就不是你们那不砸，我怎么知道你那碗是真假呀？真不真假？你给砸的不行啊！我要我青花瓷。不是我给20块钱行不行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202万我都不要，我就要我这青花瓷。2万都不要了，非得要你那碗，对不对？嗯啊，我那碗是不是刚才在这儿给你砸的？嗯啊，我从这儿给你抠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你就吹吧，你抠，你把它抠了，我把眼珠抠当炮仔。你小样还较劲了，是不是在这儿没的？我他就这你，我就从这儿给你抠出来，我不信那劲儿，我抠。是不是你那碗？会很这老破娃还想给我2万块钱，哎呀，我这就给砸了，这！哎呀，砸了跟你逗着玩儿呢，你看你这是啥呢？不就你那碗吗？是不是要那碗？给他。拉走吧。你耍我呢？什么叫耍你？就对你这种人，欺骗消费者的人，卖假货的人，我不但耍你，我还得戳穿你。
哎呀妈，你还戳穿我？你还真是，你是不是换拧巴了你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这怎么呀？我跟你说。王小天，在，把他给我推出去！哎呀，我还勾人，还勾人，你看见没？我就不怕你这个事儿，就这些年了，我就没挨过揍呢。哎，你别勾了，你打我来，你整我，你整死我来，来你整死我来。不是你就你那样的，还我上一巴子，我帮你搁地下找牙，我都帮你捡。我说实话，你就是把我牙打掉了，我也不用你帮我捡，我满嘴就剩六七个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这种人，你吓唬谁呢你？你说你这不他，这不土匪碰上流氓了吗？是吧？你甭管你碰着谁，我跟你说，想当年，威虎山上的土匪比你厉害不厉害？见着我他也得老老实实的，就你那小样的，威虎山。这山头挺熟啊，道上呢？咋的？你也想跟我盘盘道啊？盘盘呗。天王干净好啊。宝塔镇河妖，木哈木哈呀！正晌午时说话，谁也没有家。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嘞！怎么黄灿亮了呢？黄冷不呀？这么说卧底是许旅长的人呢？许旅长跟谁俩的？你以为就你唱过，这多有搭档啊？这谁俩的？你黄了黄了的，你还他妈戳穿我！你看呀，小样的，我拿兰花指，我就戳死你，我就戳死你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姐呀，你想想，这手指头不是这么长的，你这掰反了的，这是。我说我碰上了秘诀失态了。少废话，滚！哎呀，我好滚！哎以后别骗人了啊！哎，小家伙，收拾死他！怎么的？还敢跟我爸动手啊你啊？老爷这形体不错呀，身材挺好。他跟我说什么？说你形体不错，身材好。我看他精神不太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天！爸，紧张死我了！刚才那么大一段智取威虎山，愣没蒙住他。爸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还是我的女子防身术厉害吧？对对对。哎，对，刚才我听着王小倩在家，哪儿去了他？王小倩，王小倩，王三。哎，刚才动手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去找刀去了，人呢？人出去了，哼，算他跑得快，他要敢回来，我废了他，你信不信？小样的，嘿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小伙腿脚真快，刚才没点。